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又到了半夜3点啦，耶、yeah! 不可以大声尖叫，因为现在是晚上，我们一定要打给各种恐怖角色，呜呼，在上一次呢，我们打给了非常多热门的角色，阿曼达，或者是班班乐园的啊，汤马斯小火车啊，多莎，恐怖阿妈，恐怖老师，还有 Bobby Playtime 的，我们都有打过去给他啦，大家也看得非常高兴啊、哦、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要继续打给其他的恐怖角色，看一下他们私下到底在干嘛的，我们直接打私讯过去突击检查、啊、比如说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 hello， 半夜三点的海绵宝宝，哇，在海底，哎哎哎，你怎么长这么畸形的啦，哎，怎么变冰棒了，而且旁边还有鱼在吃鱼呢，等一下等一下、还在洗他家啦，还在洗墙壁，哈哈，你看这是搞这游戏吗，哇哇哇，半夜三点的海绵宝宝就这么搞笑的啦，等一下我是不是要拍照起来，哇，冻结冻结冻结，海绵冻结了，太深海了，所以太冷就冻结了，为什么的、啊、拜拜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发给我的自拍照，不要管海绵宝宝了，海绵宝宝真的只会这样而已吗？他不接了，他之后不接了。我们打给 Among Us， 对，他们在太空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杀了没有啊？打给红色的，他可能是杀手吧，但是他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打给他。Hello， 谁手机放在这里？谁？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的？你们是不是开始在逃杀了 ？Hello，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谁把通风管？哎、欸。水水，完了，他躲得很好呢，我完全看不到。啊，红色的有在，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一直看外面？哦，哇哇哇！他是杀手吗？其他颜色的人呢 ？Hello， 你好，你好立体的样子哦。啊！你是怪物，好大声，超大声！每次被吓不是突然间被吓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因为这个到最后都会被吓的。但是他声音真的是超大的啦，一个比一个大都超小了。那我们来打给接下来会出电影的玩具熊，你的感想如何？要上电影了呢？哇、wow、哦 ，Hello， 工作人员去哪里了？不是会有一个？哦、oh ，冷静。哦、oh ，原来工作人员拿着相机。哎哎。干嘛啦？工作人员，你不是要监视他们的吗？哦，他在看什么？还看小鸡啊？看迷片是不是？小鸡是女生的嘛？谁在看小鸡的迷片哦？偷拍也在看迷片，我要给小鸡看哦，玩具熊。哦，Hello， 关门起来啦！工作人员，不要再拿着相机到处拍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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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音速小子的事件呢？半夜三点你在干嘛？给我乖乖去睡觉好吗？旁边有钱可以拿，拿了再去睡啊。哦，嗨，你要冲坏吗？音速小子吧，要音速一下。哎、欸，哇，音速耶！哎，没有，他撞墙了。哎、欸，他变胖了。为什么会有肥胖形态的啦？这果然是搞笑游戏。Hello。哦，我拍完了。半夜三点不睡觉在那边玩啊，你看眼睛红红的吧，黑眼圈很深的吧，音速小子啊，就算半夜睡觉了嘛。啊，中场休息一下，我们打给麦当劳订餐一下啊。哦，还要特别号码的呢，要去他的工作室找到。OK， 我有找到了，我有可以订麦当劳了，要写 I am so。我很饿 ，I'm so hungry， 我要订麦当劳，耶、yeah! ！
麦当劳叔叔，我要一个儿童餐耶！半夜三点就要订外卖的啦！麦当劳，我要一份快乐儿童餐。你这边有点破烂呢。哎，中间怎么会有一个超级快乐的儿童餐了？尴尬，超快乐的感觉呢。哦，麦当劳叔叔，去后面干嘛了？准备餐点给我了吗？啊！机会啊，机会啊！我帮你报警哦。他长得也太搞笑了吧 ！Oh my god， 穿墙叔叔。哦、oh, ，蘑菇头叔叔还发光的呢。不是我丢的哦，是拿着相机的这个工作人员丢的。不能怪我啊，这么近也丢不进，哈哈哈哈。哦、oh.。嘴巴吐出蟑螂了，我不要吃的，我有点反胃。他吐出蟑螂，好多蟑螂啊！麦当劳没得吃了，我们打给妈咪吧。OK， 我们已经打过了，宝贝贝太的，我们再打给妈咪。妈咪，我刚刚被吓了，长手妈咪，妈咪，你这边好暗的，妈咪你在哪里哦？哇哇哇！妈咪，你有点性感哦，你的身材。排到了，哈哈！你躲起来，我也看到。妈咪，那个麦当劳叔叔欺负我，不给我订餐。啊！妈咪，他把电话弄坏了吧？哈哈！我们还只好再打给上一集有观众推荐我打的，他给我电话号码，让我去打的，就是我们的 Piggy。等下 ，Piggy，Hello。Piggy， 恐怖佩佩猪阿妈，恐怖阿妈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嘛？哦，阿妈接听一下啦，阿妈。哦，佩佩猪的阿妈在哪里啊？哪里？哎，嗨！他发出猪的叫什么？阿妈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佩佩猪变，佩佩猪是这样叫声的吗？佩佩猪，直接走过去。阿妈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这是你的手机哦。我肚子饿了，佩佩猪阿妈。哎，他旁边不可以有佩佩猪，这为什么？哦，他去楼上干嘛？阿妈还偷吃，打包给我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待会就到你家啦。猪吃东西的声音，吃完就跑是怎么样的？你以为可以马上消耗掉你的热量吗？阿妈，肥就肥啦！啊！对不起，你是谁？居然那是谁？那谁？那不像阿妈。阿妈，你有别的孙子了是不是？他怎么长得这么小孩子的样子的？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哎，打对是。那个小孩是谁？给我在外面对对是啊！你到底是谁的？我今天把你派起来拿去我妈妈，爸爸是不是在外面偷搞一个啊？啊！为什么这是床底下的？你的没事不一样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没事的不一样的吗？老师，这个我学不会就学不会了，你不要再过动我听过了好吗？ Congratulations, you found all seven notebooks. 你好丑啊！ Now all you need to do is. 这个没有看过哦，我拿到七本了，他赶我出去，可是是别的玩家吧？bang bang bang bang， 老师不会做事吧？啊！我居然看你出糗的，现在是网课时代了啊、哦，疫情不能去学校上课。所以只能用网课来代替。哦 ，Hello， 老师，你翘脚了，老师，美是不一样的，真的假的？再打多一次。半夜三点睡什么？起来嗨！老师卡在门口啊，帮你开门来。不能呢、欸，不能开门。怎么了吗？老师，你会回答的吗？自己也做。喂！你要蟑螂哦！你要蟑螂啊！你的头有两个触角的，然后、哦、那是眉毛吧？一样的，好吧。所以我最后再打给妈妈，她会给我不同的安慰咯。妈咪 ，Hello， 妈咪在哭哎、欸。
完了，他哭了。对不起啦，因为我半夜好好睡觉啦，我回去睡觉的啦，我不打了啦，让妈妈伤心了哦。啊，恼羞成怒了吗？哇哦，哇哦，越伤心越生气了，伤心到生气了，我会好好睡觉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！不要，我马上去睡觉啊！哭到眼睛都没有去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肚子还是很饿呢，麻烦送给我一下啦，麦当劳叔叔。刚刚你嘴巴吐出蟑螂很恶心啦，但是，我要肚子饿了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订餐，在妈妈来之前快点订啦，我要一份快乐儿童餐啊。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，我要麦当劳快乐儿童餐，你给我蟑螂餐，加塞啦，吃什么宵夜啦，睡觉啦，减肥啦，下次我就订肯德基，嘿，肯德基是老人的，应该会比较和蔼可亲了吧，嘿嘿嘿嘿，宵夜就是赞啦。